哎呀，我怎么办？啊！陈杰，陈杰绝了，小杰要疯了。哇，天哪！脑袋一就突然想选这首。哎呀！都没有人来，我来陪你啦！我的妈呀，可怜啊！我感觉我不属于这个队，怎么办？但我在想，对面的人，他们选这首歌的人会有谁？想不出，完全想不出。我赌苏欣姐就是来这，我赌七岁来这，小宅姐姐会来。就我就在想，肯定会有让咱们很意外的人。是谁？快点进来！啊！什么？你怎么来这里了？我觉得我有点不搭。陈珏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他第一个选择这首歌的。我的妈呀！都是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我真的惊呆了。好歹也是个00后小姑娘。姑娘。谁？是我有点甜，还要 rap， 试了两个 rap 给我，我真的绝了！哎呦，打头打头，终极打头，怎么样甜？他们跟我说 wink 我也不会，你知道吧？哎哎啊，有点甜啊！绝绝，救命啊！我喜欢之后我窒息。为什么你会选到这里来啊？可能就是想见你吧。最后一个队员是谁呢？期待一下。小伟啊！欢迎欢迎，是我们，是我们，是我们。你知道吗？大家都在做选择题，就我一个人做填空题，又是按这个排名在选择，我又没有选择，那我还有什么考虑的空间？哎呀，给我顺一个十面埋伏嘛，求你了。啊，我的十面埋伏。我没有什么体验感，说真的，真的，我也想要做出选择的样子走过来，好开心。